早上八点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划过营区上空。第七十三集团军某防空旅导弹营官兵快速收拢人员，装载物资，展开检查装备，向值班阵地集结。抵达后，导弹营官兵快速占领阵地，部署装备，并对车辆伪装覆盖。雷达、发射、装填等各专业操作手分工协作，紧密配合，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导弹发射前准备工作。值班室里，雷达班组与空军联动，二十四小时共享组网空情，移装后的导弹力指苍穹，引而待发。作为东南沿海一线防空部队，该部官兵常年在战备阵地担负作战值班任务，始终保持整戈待旦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。平时拉得住，暂时才能上得去，让官兵紧绷战备这根弦，随时准备去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。